可以的。各位点安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今天由后学离乡学习导读，那我们现在开《论语为政篇》第二。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必如百臣，居其首而众星拱之。”子曰：“诗三百。”一元以蔽之，曰：“斯无邪。”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。”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孟玉子问孝。子曰：“无违，凡辞欲。”子告之曰：“孟孙问孝。”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：“无违，凡辞曰：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生事之于旅，死葬之于旅，祭之于旅。”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：“父母为其疾之忧。”子游问孝。子曰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人养，至于犬马，皆人有养，不敬，何以别乎？”灵刃没有跳。子夏问孝。子曰：“色狼有事，弟子胡其劳？有九十，千身传，臣是以以为孝乎？”子曰：“吾以为元终日不违，吾以退而省其思，亦足以花，回也不宜。”子曰：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收哉？人焉收哉？”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何以为斯矣？”子曰：“君子不器。”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：“先行其远，而后从之。”子曰：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”子曰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子曰：“功乎异端，私害也与？”子曰：“由，为汝知之乎？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：“多闻结于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忧；多见结殆，慎行其余，则寡悔。言寡忧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”哀公闻曰：“何为则民乎？”孔子对曰：“己直错诸枉，则民乎？己枉错诸直，则民不乎？”季康子问：“使民尽忠以谏，如之何？”子曰：“民之以庄，则敬；孝慈，则忠。己上而教不能，则谏。”或谓孔子曰：“子奚不为政？”子曰：“叔盈，孝乎为孝，友于兄弟，斯以有政，是亦为政。奚其为政？奚其为为政？”子曰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大车，大车无宁，小车无月，小车无月，无月无月，小车无月。”嘿。
其何与行之哉？哎呦，子张问，十事可知也。子曰，因因于下礼，首损益，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，首损益，可知也。其过既周者，虽百事，可知也。子曰，非其诡而计之，谄也。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论语为政篇第二。子曰，为政以德，必如百臣，居其首而众星拱之。子曰，思三百，一元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子曰，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子曰，五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守意，不逾矩。孟一子问孝。子曰，无为，凡迟愈。子告之曰，孟孙问孝于我，我对曰，无为。凡迟曰，何谓也？子曰，生事之以礼，死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孟武伯问孝。子曰，父母为其疾之忧。子游问孝。子曰，今之孝者，是谓人养，至于犬马，皆人有养，吾敬何以别乎？子夏问孝。子曰，色狼有事，弟子不其劳，有九十，先生传，曾是以为孝乎？子曰，吾以为人终日不委，如以退而省其思，亦足以花，回也不疑。子曰，视其所以，观其手游，察其手安，人冤说哉，人冤收哉。子曰，温故而知新，何以为师矣？子曰，君子不器。子贡问君子。子曰，先行其源而后从之。子曰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子曰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子曰，公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子曰，由未汝知之乎？子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子张学甘露。子曰，多闻皆宜，慎言其宜，则寡忧。多见则殆，慎行其宜，则寡悔。言寡忧，行寡悔，路在其中矣。哀公闻曰，何为则民乎？孔子对曰，己直错诸枉，则民乎？己枉错诸直，则民不乎？季康子问，使民尽忠以谏，如之何？子曰，民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己善而交，不忍则谏。或谓孔子曰，子奚不为政。子曰，叔盈，孝乎为孝，有兄弟，斯以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。子曰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饥无宁，小饥无业，其何以行之哉？子张问，十事可知也。子曰，因因于下礼，首损益，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，首损益，可知也。其过既周者，虽百事，可知也。子曰，非其诡而计之，谄也。
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公送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士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银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九年圣教归上圣，天发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源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三钱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四德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君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学人胡说话，劳山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慈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清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锦领三十六员将，五百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清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渠遮日月，头顶深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将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气，转到山羊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身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元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晕儿刹里常慈念，学神不敢来近身，慈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练起真言归佛力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时空体空在口三空，是口空六口七空八口九口十口熟，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训示训礼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进士林离香，弟子新龙州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。
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夜会菩萨，夜会菩萨，慈悲作主，慈悲作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守至祷，四守至祷，慎持朝格采纳，慎持朝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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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学，今天晚上学习导读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各位点安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好，各位点燃师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感谢李湘前贤为我们导读。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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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感恩前贤慈悲。李任晚安，晚安。感恩了。感恩前贤，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今天你生意做到几点啊？前贤慈悲啊，感恩啊。啊，